用心嘛，咱的心嘛，爱用在法行中，所以咱爱时时啊用法啊来修炼自心，爱思维正道法啊。所以要用心无私念顺当正直，用大爱普罗通达正道，咱要有愿力做工桥啊，跨越彼岸去哦，各位，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，家己爱好立足咱的心。咱的心啊，爱在正思维中，行在正道法里。咱的时日唔通空过啊！一再一再，甲大家人提醒哦，一点嘛会偏差，那差好哩哦。失千里呀、啊，所以咱爱时时呢修炼自心，思维正道法啦。咱来时时用心哦，那用心无私啦，咱的念呢都会当真单纯，用单纯的念啊，会当让人得动修。用心啊，大家人都会当动静心啊，培养爱心，这是咱的本分事。咱伫咧过去，就是伫咧修行，修行都亲像伫咧铺路，你向前的路啊，去用功啊。时间虽然过去了，咱呢路只要用功伫咧铺，都向前直直开阔，路都愈平坦。所以，咱来用爱的心啊来铺路，路铺愈长啊，通达的路呢是愈正。所以，咱来用。大爱普罗通达正道，人人啊，爱有愿力啦，有愿都有力啦，唔只是干那自修，咱爱搁在有这个愿力啊，甘愿做工桥，甲这边甲那边啊，安尼改建起来。甘愿予人安尼，甲咱搭过去，从这边的话，对咱的身躯搭过去呢，予伊到彼岸去。哪怕呢，就是做一个拱桥的精神呐、啊，咱嘛应该呢，爱加强道心愿力啊。所以呢，请大家人修行唔通惊辛苦、哦。修行啊，有辛苦是伫咧修自心呐、啊。法愿呢，都、就是爱度人嘛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愿力爱有坚强的精神，咱爱有度己度彼。的愿力，所以当然爱时时用这两心。咱昨也讲过去咯，咱爱常常关心人，唔通无关心嘛。别人的辛苦啊，咱爱有同体大悲。伊的辛苦，伊的压力。嘛，都是咱的辛苦，咱应该去给辅助，减轻伊一寡负担的压力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啊，
文寒文乱，你穿安尼会冷无？啊，你爱袂去食饭的时候，那咱时时呢互相关怀一下啊，这嘛是应该的。咱日常生活的礼节吼，修行爱克己，对人爱有礼节的关怀。下面一段就安尼讲吼，学法铁桥梁，杜绝行路，如是定罪金石忏悔。那就是安尼讲啊，咱唔只是讲吼，对人啊无尊重啊，甚至呢，咱的心性，我咱较不如意啊，咱就真自私哦，就是啊，断人的路，无要互人过，安尼都唔对啊。人讲哦，做好事哦，爱铺桥做路，这种是发铁桥梁，就是不但无要铺桥，嘛无要做路。把人的桥啊、路啊，改毁坏呀！这种杜绝人的行的路，安尼呢，嘛是唔对啊！交通是足重要的，有啥物紧急呢？交通啊，就是人应急的道路。你若是桥改断掉去呢？望眼兴叹啊！我真着急，桥断去啦，袂当过啦，要安怎呢？这种的心态就不可以哦。这也是罪业之一，断人的道路。有形的呢是桥甲路，无形的呢是断人的道路。道心嘛，咱爱时时爱成就人的道心，唔通讲吼，人伫要修行啊，那么咱呢去改阻碍断了伊修行的方向道路，安尼也是唔对吼，安尼一罪业过较重哦。所以啊，断人的道心是无形的。那断了人间有形的桥甲路是有形，所以做无形啊，断道心比断桥梁的业搁较重。所以咱爱真用心注意啊。再来一段文，安尼讲吼，是放逸自足，无忌散乱呐，那起破为忌，滚回顿止，饮食酒肉，经常腰间，无气淡味，论说天下。一段文呐、啊，也就是讲，咱心未晓要修炼啊，规天的心都是安尼放纵啊，爱佚佗啊，或者是呢，恶劳好逸吼，都是呢，真无爱叮当，真无爱去做工课，正经的工作无想爱做，但是呢，就是放纵自己，安怎会赢？安怎样呢？会当头逃避迄种劳作的工课、惊工作啦、啊，这种的空过时日啦，这叫做放逸自足。搁再呢，无忌散乱，无忌呢就是混淆，道理拢无清楚啊！人安怎讲，咱就对人安怎。所以啊，常常在咧讲啊，文生起舞，是非不分呐、啊，真呢叫做无忌。
常常在说说善恶无忌，就是这种的人是非不要分，我们跟善的人斗阵行也是很容易的，可以当头彰显，也那是跟恶的人斗阵啊，就是啊，结棍行动啊，做真多无好的代志，这就是咱众生的心啊，就是啊，善恶无法度分清楚啊，看你的因缘。缘来因啊，你就往恶的方面行；善缘来带，那你也会当向善啊，为福行善。所以，咱人人拢是凡夫哦，可能呢，对啊，也未立定咱的愿力的以前，就是呢。在这种的善恶无忌中，所以伊嘛容易散乱呐、啊，因为伊昏暗嘛，心地昏暗，所以呢容易散乱呐、啊、吼。所以啊，有这种起波危机，这是一种呢游戏。不是起步，啊，那无呢？就是危机，危机是咱中国传统吼，啊，惊忌啦，等等吼，所以啊，这拢总是呢，在迄个军会蹲级的地方，就是高军结党啦，有的呢是爱做安尼的游戏，有的是安尼的游戏，干那呢？凭着家己呢，也欢喜，所以啊，人啊，总是伫这种无忌散乱中啊，安尼呢，去取得伊的游戏吼，这呢，拢总是啊，高群结党啊，实在是有的人啊，就是爱吃喝玩乐吼，食啦。中吃，那规工啊，倒一个所在啊，有好的物件，我就是来去吃。专程呢，坐飞机啊，去倒一个国家呢，有什么款的美味，伊呢，都是要甲吃甲够。所以看到这个环境啊，在水产内底呢，一一激出了人生迷茫的心态。有的人是游戏呀，梦幻，无法度通过再回到回来。有的人呢，是为着饮食啊，做了真多业，看看饮酒食肉啊，这个业，不是干那扰乱别人，损害家己的身躯，搁再杀伤性命。伊现在的科学已经拢总知影。因为来饲养生畜，不管是牛啊、猪啊、等等的动物，真的对这个空气啊、大地啊，嘛是真大的污染的。有人会讲啊，啊，你饲猪、饲牛、饲鸡、饲鸭，啊，迄都是要防食，啊，你若无甲抬呢，啊，因呢？会生痰要安怎？是安怎？会去想到这方面去呢？啊，咱人呢？人嘛是伫咧生痰，同款啦。人嘛是一代传一代嘛，人嘛是真自然的发展的淘汰。所以呢，其他的生物嘛应该是同款。为什么人啊都爱去？饲养去杀生呢？因为你饲养，所以呢繁殖愈多啊。所以大地的面顶呢，真多饲料爱供应，或者动物去用，也嘛是大地呢，伊的迄个排泄的污染，
顶顶啊，这甲这个大地空气呢，我定下都甲大家人讲，敢那人类啦，迄、那个呼吸、吐出、吸入，咱吸入来呢，就是啊，需要新鲜的空气；咱吐出去的呢，就是啊，污染的二氧化碳啦、啊。都已经有够真多啦，何况其他的生灵呢？牛的体积足大呀，只要伊呢，踏一个脚掌啊，那迄、那个量都真大啦。只要呢，伊安尼呼出去呢，一量啊，是人的几十倍啊。何况讲吼，迄、那个排放出来的一气。真正呢，嘛是真污染嘛，咱人嘛是同款啊。但是呢，你一定呢去换一伊，所以呢，这四大地空气为着饮酒食肉啦，搁再增加偌多呢？干那一天的杀生有偌多？一天呢不断去改繁殖它一量。又是偌多，所以干那为着要提供人啊，这食欲啊，嘛是间接、直接啦，无不都是伫咧作业。除了呢，啊，你定定找人来啉酒、食肉以外呢，更上要紧就是来往。今仔日你请我，明仔载你请我，或者是呢？哦，落借口，伊要离开啊，所以要甲伊鉴别啦，等等呢，我都搁在呢锣滚当中，用真侪人啊来立马来吃，这种呢啊来来回回啊，或者是呢分裂啊，那松。呀，顶顶呢，拢总是呢，安尼互相邀请，互相呢，干那伫咧排队啦，这个代志啊，无不都是呢，在饮食中彼此的中间来往呢，无一项呢是真正利益人群的代志，搁在呢无耻淡话啊，论说。天下讲的拢是讲一寡是非啦，大家人斗阵呢，都是呢彼此啊所讲的呢，拢是啊无路用的话吼，所以啊评头论足啊，东家长西家短啊吼，啊讲人一寡是是非非啊，这呢拢总是对人伤害。段意思呢，就是咱人要按出去，这真正是学佛，会当同我讲延续佛种。但是前面所讲过去的呢，不管是变大罗比无慈悲心，或者是呢断人的这个道路啦，或者是断人的道心啊，或者是家己呢放逸自主啊。或者是呢，这个昏沉散乱啦，或者是游戏啦、饮酒啦、沉迷的这种呢，吃喝玩乐，或者是呢，论他是非，等等等等，这些呢，对人无利益，这呢就是断佛精进，咱已经是凡夫。其实人人呢都有佛的本性。人人都佛正地的啊，不过呢，咱就是偏偏这片的心地呢，一定呢，这个杂草啊、烦恼啊、业力啊，等等呢，不断把这个精气呢，安尼去给埋没掉去，和这个精气啊，无迄个机会成长起来，时日总是有限嘛。这个经济在这个心地嘛，都爱有农夫啊，人人啊是自我心地农夫啊，我这片的心地农夫啊，是这么这海带，而且呢，不只是无好好照顾这个心地，个呢任意啊去破坏这个心地。
就亲像咱众生共住伫这个大地，咱众生遮尼真侪人，竟然未晓要好好疼惜大地，嘛是呢人类啊来破坏大地。所以我会常常用大乾坤、小乾坤来譬如，咱所有的众生呐，就是伫个大乾坤内底呢，诶，细菌之一。所以啊，咱的内心呢，咱迄个免疫嘛是一种诶，肯安怎样好咱？会当身体健康，和咱食物件会消化，会当甲物件呢吃落去了后，分类呢去适应咱身体所需要，这呢嘛是伫咱内底有真侪好诶困难。但是呢，咱食诶物件那是肉啦，迄、那个病菌产生啦，咱诶免疫呢就失调。就亲像大乾坤的空气失调同款啦，所以咱家己呢，未晓要好好经营、疼惜咱的心地，就等于呢，家己破坏心地啊。哪怕是有经济的嘞，也无机会生起来。所以这叫做断佛经济哦，吼，积罪。大而无悔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罪是足大，唔通想讲吼小的小罪，听起来那真小，其实呢，慢慢都扩大到讲吼，已经呢无法度好修行。所以各位，咱学佛啊，真正爱用心啦、啊，爱修炼自心，思维正道。啦，咱来用心嘛，无输咱的念呢，爱顺，咱爱当时当正进吼，用大爱来铺路，通达正道啦。咱呢爱有这个愿力呢，去做人的拱桥啊，好人呢，安尼会当通跨越凡夫的处境，到圣人的。必然去，这嘛爱看咱家己，也爱主动，也爱度人，好吧？请大家人爱多用心嘛。